下面要教我叫做舒适度指数，你有没有感觉很 happy 啊？那个叫舒适度指数啊，你的感受，你的感受叫舒适度指数。我们人通常会觉得比较舒服、比较 happy 的状况呢，温度大概是20多度，相对湿度呢大概40多度。如果你太高温或太低温呢，就会不愉快。比如说温度太高，可能觉得很闷热，汗排不出去什么之类的，很闷热。温度太高，湿度太大，就是对不起，刚才闷热应该是湿度太大，然后温度太高也不舒服。所以20多度的温度比较 happy 一点，湿度大概40%到60%会觉得快乐一点啊。太高太低呢，就会不太愉快啊，不太愉快，叫做舒适度指数啊。然后我气象局就有个神奇伟大的公式去算，不要理他，背不起来，我也不会背，太困难，而且你也不会，这里的温度用的是绝对温标，你也没学过什么叫做绝对温标，不要理他，本来就是有一个神奇的公式，然后去算出一个神奇的数字，那这个数字就是我的舒适度指数，舒适度指数，然后重点是。你感觉如何？我们扣掉那个每个人的感受不同啊，什么20度的时候到底是热还是冷，你每个人感受不一样，就不管它之外，它会跟温度有关，湿度有关，还会跟风有关，还会跟风有关。冬天很冷的时候，风吹过来会感觉更冷，风寒效应，你会觉得温度很低，体感温度。这几年都有那个新闻的标题，那惊死人，然后呢，唬烂别人。前两年嘛，打开看那个网络新闻，打开看纽约温度-40度，我惊死人，我看变南极了。啊，看里面写，风吹过去，感觉像-40度，体感温度-40度，事实上是有-10多度而已，十几度，不到20度。啊，体感温度-40度，就给你标题写纽约温度-40度，加西朗哦，这样很多，看到好几篇都这样写，吓死人。所以它是跟风有关系的。重点，气象局算的时候只算了谁？温度跟湿度。气象局算的时候只算了温度跟湿度，没有算风，只算了温度跟湿度，风很麻烦，不算。所以气象局只算了温度跟湿度，套进那个神奇伟大的公式之后，就得到了一个数字，总共分为6个等级。就台湾的分法，香港跟我们分的不一样，不要理香港怎么说，我们这把我们怎么做就好。怎么样？6个分法，看看就好了，欣赏完就可以了，你也不用背。我有听过那个稍有寒意啊，我目前为止没有听过非常寒冷跟易中暑。可能是我看新闻的时间不够多吧，哦，反正没有听过，人就这样子看一看就好了。就是根据那个神奇伟大的数字算出来以后，得到这些等级。重点，我们的气象局在做舒适度指数的时候，只看了谁？只看了温度跟湿度，有没有看到风？没有，没有算风。但是风会不会影响？会。啊，风会影响，这就是你要了解的舒适度指数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很好。